电视剧《国色芳华》官宣阵容，该剧将由丁子光导演，杨紫、李现领衔主演。你们没有看错，主演两人正是由杨紫和李现担任。整体故事以百花匠人和潍坊杨紫氏记名旧事帮扶天下，书写励志女性创业故事。携手雅冠长安，养晖筹国的投资人蒋长阳、李现氏共谱繁华盛世的利民传奇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档妥妥的大女主作品，也是杨紫较少接触的商战剧，瞬间就吸引了粉丝们的围观。同时这也是两人既亲爱的热爱的之后的第二次搭档，消息一出立马引发热议。其实李现和杨紫其实是大学同学，两人早在大学就合作了，只不过杨紫一直发展比较好，李现毕业后仍是小透明。直到两人合作亲爱的热爱的李现一炮而红，两人的友谊也再次加深。从两人连续六年生日问候就可以看出两人关系有多好了，此番二搭必定更有默契， CP 粉也满了。国色芳华将以唐朝为背景，相信观众不仅能在这部剧中沉浸式感受浪漫绝美的唐风，也能感受女性励志传奇故事。国色芳华根据一千重的同名小说改编，是一部涉及女子经商创业的古装大女主剧，非常励志。虽说这样的古装剧不少，但这是一部以牡丹花卉培育为题材的古装女子励志剧，题材可谓非常新颖。杨紫出演商贾之女何潍坊，在震破利益婚姻后，凭借培育牡丹的高超技能，开始涉足商海赌场长安，开阔自己的眼界。凭借经商头脑和自身不懈努力，与隐忍蛰伏的天子近臣花鸟使蒋长阳做起了生意，在蒋府后院的田地里开始种花创业。这情节也有些像长风渡，男女主都是互相扶持，共同成长，一起维护家国大义。只不过这不是先婚后爱，男女主双强互助。谢谢观看。